2018 HIDO 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男歌手，入围的有 毕书尽。哇，毕呢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之后呢，马上今年要前进高雄巨蛋，恭喜毕书尽。小雨宋丽宇，在过去一年所发行的作品，不管是创作，不管是制作，打造出他自己最想要的音乐风格，恭喜小雨宋丽宇。李荣浩，男友力非常强大的李荣浩，歌唱力也是不容小觑，恭喜李荣浩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。林俊杰，哇，我们的年度白首单曲冠军得主，同时也入围了我们最受欢迎的男歌手，恭喜 JJ 林俊杰。陈奕迅，是的，台上台下个性一样可爱的 Eason 陈奕迅，以他的这个新专辑的威力，也顺利的入围了最受欢迎男歌手。潘玮柏，哇，强势回归的潘玮柏，这张新作品我非常洗脑的 Burning Man。在榜单里面好难选哦。是啊，然后现在的歌手的各个类型，丰富了我们的华语音乐的生态。对，每一个都有自己强烈的色彩。其实就像刚刚所提到的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让所有的歌迷们去头痛，因为我们把名单开出来投票，哎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而且这是很有那个公信力的，因为是公众大家喜好选出来的，是最受欢迎。